一大早，彰化的志工们忙着带上食材和器具，准备到台中潭子医院做相机。为了这些努力准备医院评鉴的医护人员，更是从前一天就开始准备了呢。包好的豆包卷在油锅中翻滚，金黄香酥的模样看起来让人垂涎欲滴。那么接下来又要教我们做什么料理呢？